找什么了？找我车钥匙。车钥匙？哎，我说我怎么找不着了呢？考虑的怎么样啊？选谁呀？我不是说了我不想这么早结婚了吗？你怎么老拼命想让我嫁人啊？可以先谈恋爱嘛，也不是说马上就结婚。对啊，不结婚也可以，你要是能把陆里集团拿下，我就不催你结婚。什么？就这烂摊子啊？你不是明摆让我结婚吗？那就冻结你银行卡，这也别想玩啊。哎，我说你这老头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也知道公司是你爸妈一生的心血，你年纪也大了，公司总得有人接手吧，把你安排到别的公司也是为了让你更好的成长。你爸妈走的时候特地托付我。爷爷，你能不能换一个套路啊？我不管，就这两个选择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儿子儿媳，我白发人送黑发人，留下了小不点，我老了照顾不好他了，我以后下来了都没有。行了啊，我选啊。马上送他去陆里集团。好的，董事长。大小姐，请吧。记住，别暴露你和我的关系哦。大小姐已经过去了。你去打声招呼，免得他被欺负。记住啊，点到为止。嗯。不结婚？是不可能的。这就是你的工位了，顾总。我冤家路窄啊，我就知道那个糟老头子没安好心。新来的？嗯，对。上班还穿得花枝招展的，勾引谁呢？狐狸精，你们公司也没有规定不能这样穿吧？吩咐下去，以后公司不允许穿这样的裙子来上班。好的。陆瑶，通知所有人下午3:30开会。哦，好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我让你通知的三点，你怎么搞的？你不懂，你不会问吗？这种事儿能出错吗？这只是临时开个小会，要是开大会出了问题，你能负责吗？我都是你闯的，骂全是我挨的。好，交不交会？顾总，您找我？你手底下有个叫陆瑶的，多关照一下。好。把这个方案处理好，下周前给我。哎，严主管，这我都到下班点了，要不就多接触点不同类型的方案，对你有好处。加油，我相信你。这次的方案反馈数据都很不错，严厉做得很好。多谢顾总，以后我肯定更加努力。你这人的脸皮厚得连蚊子都扎不进去了吧？这个方案可是我熬了一周做出来的。怎么到你那儿就成你的了？没有证据可不能乱说话，这方案可是我一手做出来的。公司到处都是摄像头，要证据还不容易啊。你吵什么？方案不管是谁写的，严厉作为主管都是有功。大家继续开会，这次的项目是哪个部门在负责？嗯，是我们部门。市场反馈怎么样？就是在跟进，估计吧。客户的投诉信都扔到我脸上了，
你是想让客户毁约吗？顾总，这次确实是客户的要求太过于严苛了，很多我们公司都做不到，也不能全怪王主管。那为什么接项目的时候不说？顾总，要不然让陆瑶试试吧，没准有新的突破口呢。行，我散会。你给我站住，这个项目我不接。还有刚刚会议室是什么意思？你需要给我一个解释。你当时跟我分手的时候也没给我解释的机会啊，怎么玩不起了就想跑？既然在工作，那就只聊工作上的事情。文爷爷，跟你商量个事情呗。别总谈钱呐、啊，谈钱多伤感情啊。是这样，我现在手上有一个项目，以现在这个公司的团队达不到客户的需求，我想借咱们家的团队用一下，就两天。好嘞，谢谢爷爷。陆阳，这个老爷子可是出了名的难缠，已经是最后的通牒了，你可不要让我们丢脸啊。你们都丢了十几次脸了，还差这一次吗？陆总，来，陆总，您坐。你们两个，闭嘴！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这个方案我很满意。陆总，要不您再看看这个方案？不用了，我还有个会。哎。我的手表呢？陆董，我刚刚上厕所的时候亲眼看见是陆瑶把您的手表放在他包里了。看来这表应该在我包里。关上。哎，这真的是我的手表，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陆董，都是我亲眼所见，能有什么误会啊？你这个小骗子，见怪还骗人。就是，真给不起，没想到是这种人。这就是你们员工的基本素质吗？我需要一个解释。您放心，我必然会严肃处理。严主管在公司搬弄是非，随意诬陷他人的员工，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？应当予以开除并追究责任。顾总，陆瑶犯的好像不是这条。陆瑶当然没有犯这一条，我说的是你。我？你们认为我孙女儿会偷拿我的手表吗？孙女？顾总，陆董，误会，都是误会啊。通知下去，严厉在公司随意搬弄是非，诬陷他人，予以开除，追究责任。顾总，我行了，去人事办离职吧。爷爷，我现在就可以回去了吧？你小子今天表现不错，很对我的胃口。是陆董，您教的。还叫陆董啊？当初你们刚接触的时候，他是不怎么懂，但是他当时不是还小吗？露露可是我的宝贝哥哥，千万不能让他受任何委屈。爷爷，你们两个当我是当母亲，有没有问过我意见呢？爷爷，我哪敢让他受委屈，之前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。哦，刚才我的表演还是有些瑕疵，我再请教您一下。好好好，咱们走，咱们走。哎，爷爷有事。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，你就别跟着来了。别的隔壁说。